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讲完了之后啊，他就说：“一心恭敬三宝矣。”就是我们归敬佛法僧。然后他后面就接着说啊，特别提出来：菩萨僧以及声闻僧。菩萨僧里面主要是弥勒啊，弥勒菩萨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说为什么不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不是般若吗？那这个声闻僧里面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舍利弗，一个是须菩提。好，先来讲啊，那菩萨僧里面主要是弥勒菩萨。好，那为什么不是文殊菩萨呢？啊，那其实早期最早的菩萨。最早的菩萨是弥勒跟文殊，但是弥勒是最早的，像南传的只相信有弥勒菩萨，不相信弥勒菩萨之外的，其他菩萨，就是世间只有一个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如果再有，那就是已经成佛的释迦菩萨，大圣当然就有很多菩萨。那虽然我们说般若经有文殊般若。跟这个般若经是同源异流，就是发展的不太一样啊。那文殊在般若经中里面啊，也是就是说非常常见的。但是啊，你要知道这个般若经最初啊，其实也没有啊，就是也没有文殊啊，就最初的般若是没有文殊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就般若经里面的前五位，摩诃般若前五位，这个大般若经里面的啦，般若经就分上中下品嘛。那即使是比较早期的中品跟下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中品，前面的就是比较早翻译的汉译无译那是三国时代有文殊。但是下品的比更近前宋译本都没有讲到文殊，那这里龙树在的时代，基本上文殊就很有名了，就是有文殊了，就是已经提到很多文殊的经典了。不过这里以弥勒为主，当然还包括弥勒，主要是生来下生要成佛的，就是释迦佛成佛之后，下一尊佛就是弥勒，所谓的弥勒菩萨阿逸多弥勒。那么在中阿含里面，弥勒阿逸多，弥勒是持世的意思，就是他的姓，阿逸多是免，就无能胜，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就是先，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就知道了。一心恭敬三宝尾，就佛法僧，就是他前面讲的偈了，那现在讲来这个就是弥勒，先讲弥勒，等一下来讲就是的概念，因为其实。佛在阿含经或在其他经典里面，那就是在佛法里面常常被称作所谓救世主、救世者那么，那为什么叫做救世这个等一下再来说，先讲弥勒那弥勒阿逸多，这个是词，无能胜。那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把这个是一个人了是一个人那我们的理解就是第一个弥勒阿逸多现在在哪里这是一生补处菩萨，他是一生补处菩萨。那我们说大乘佛法那么有四种菩萨阿比拔次再过来就一生补处，一生补处过来就是佛了，就成佛了，就最后生佛了一生补处菩萨。那么他住在这是我们一般的说法了，多帅内院，多帅到底有没有内院这件事我们说还有得商量就是多帅到底有没有内院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就一般是讲多帅内院那其实比较那个刻实的说法就是他住在多帅天好，那多帅天是欲界的第四天，那当来下生，一生补处，所以他当来下生成佛，是释迦佛之后的佛就是一般我们讲是
有些是说过五十六亿年啊，就是这怎么算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八万岁或是八万四千岁有两种说法。人做八万岁或八万四千岁的时候会来成佛，啊，当来下生成佛。那么有一本经叫做《弥勒也有三经》啊，那主要是当来下生经跟当来上生经，啊，当来下生成佛。好，那是人寿，人寿八万岁啊，有时候是八万四千岁，八万或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啊。当来下生成佛，啊，这是我们一般佛教所知道的啦，啊，那但是这个基本上就是还有啊，就是说《瑜伽世界论》是无着去弥勒那边听来的，那到底是弥勒来人间跟他讲，还是他去多帅天听弥勒讲啊？那这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比较啊，就是比较实在的说法就是。这个弥勒不是天上那个弥勒，或者是天上那个弥勒视线为弥勒菩萨，就是人间的弥勒，他是一个当时的弥勒论师啦，就是无着菩萨，无着菩萨是跟弥勒学的，那应该是跟弥勒论师，就好像龙树也叫做菩萨，叫做龙树菩萨啊，那其实是这样，那所有四亲也叫做菩萨，叫做四亲菩萨。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人叫做弥勒，叫做弥勒菩萨，所以我们就跟他多帅天的论连在一起了，啊，那或是说就说成是多帅天的弥勒菩萨学的，后来就变成弥勒菩萨是专门学唯识的，讲唯识的。那这种说法其实应该是还有得商量了，为什么？因为佛道同。弥勒菩萨说的法，那么不会有异于释迦牟尼佛说的法，释迦牟尼佛说的法也不会跟迦摄佛，释迦佛前就是迦摄佛嘛，啊，也不会跟迦摄佛说的法不一样，迦摄佛也不会跟居那含牟尼佛说的不一样，啊，那甚至未来啊，未来的佛也不会不一样，因为。真理是一样的，他说法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可能用放光的啦，可能用饭的啦，像宝鸡佛陀就用那个饭的味道来说法啊，有的用光啦，有的用声音啦，反正很多种，但是它的内涵应该是一样的，啊，那后来就是我们对弥勒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啦，啊，就是他是唯识的，啊，所以你唯识不懂，很多唯识的学者，他唯识不懂，他就是什么？啊，能够希望能够上升到多帅天去问弥勒，就变成弥勒是专门修唯识的啦，啊，好，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好，那就是弥勒阿逸多是同一个人，但在中阿含经里面，中阿含经里面，弥勒跟阿逸多是不同的人，啊，就是佛陀当时在说法，啊，是哪一本经？我看一下，佛陀当时在说法啊，那中阿含。那他跟这些比丘说啊，他说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有佛啊，有佛叫做弥勒如来啊。那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因为最初是说八万岁的时候有一个转轮圣王叫做罗网出世啊。这个时候阿逸多比丘啊，他叫做阿逸多比丘，他就起来说：“那我发愿，我未来啊要做这个转轮圣王。”啊，然后这个出家修道啊，就是我未来要做转轮圣王了。那佛就呵责他啊，说你应该要求解脱，而不是啊，那么做转轮圣王。你转轮圣王也是轮回生死。那后来佛又说，八万岁的时候还有佛出世，叫做弥勒如来。那当时有一个弥勒比丘，那所以我们说，那现在的多帅天的弥勒菩萨。是不是当佛弟子弥勒比丘啊？那么如果从这个来讲的话，《中阿含经》里面那讲的弥勒比丘后来发愿啊，未来要成为弥勒佛、弥勒如来啊，就是他当来成佛啊。因为佛跟这个比丘讲，第一个。未来有一个转轮圣王叫做罗网啊，就有一个阿逸多起来，
说，那么我发愿未来做转轮圣王，佛就呵责他，啊，你这样的愿是愚痴的，啊，你应该发愿要求解脱，啊，你怎么发愿要去做这个转轮圣王？这个跟波斯匿王，啊，三个月结下供养深重以后，他就说他手做一半了，佛陀就跟他讲，国王啊，你手做一半，你这些福报是会用尽的，你要发愿求解脱啊，啊，那道理是一样的。那后来就又跟比丘讲啊，那么未来会有佛出世，叫做弥勒如来啊，那就有一个弥勒比丘啊起来说啊，他未来啊发愿要做佛啊，就像弥勒，就是他要成为弥勒如来啊，所以后来的弥勒传说就非常非常多了，多到甚至世间人就说他弥勒再来啊，作乱的政治作乱的啊，比如说明朝的这个白莲教啊，就自称是啊弥勒再来的啊，类似像这样的啊，所以弥勒的传说非常复杂啊。不过未来佛叫做弥勒，这个是南北传一致的传说了啊，南北传一致的传说啊。他后面也有讲啊，就是说《中阿含本末经》里面啊有讲啊，那当得作佛啊，号弥勒。好，那现在讲就是，其实我们先讲说。弥勒在多算天啊，那在他当来下就是八万岁或者是八万四千岁，有两种说法，那啊这个我们再说一下啊。一般佛教是这么说啊，就是人寿从十岁叫做增减劫啊，一增一减啊，人寿从十岁，一百年加一岁，一百年加一岁，啊，加加加加到八万四千岁，啊，百年加一岁，啊，那么一直加到八万四千岁，那这个是叫做增劫，一增嘛，百年加一嘛，增劫。那么再从八万四千岁，百年减一，啊，百年减一。百年减一，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这个叫做减劫。那一增一减就是一小劫，基本上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啊，在比如说释迦佛时代是人寿是百岁，释迦佛时代人寿是百岁，啊，我们现在了哈，释迦佛时代是百岁，人寿是一百岁。那一百岁不是说一定一百岁啊，它是看人有增有减啊，那减得多增得少啊，大部分的人不尽其寿啊，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讲，四大洲南阎浮提北俱卢洲啊，东胜人洲西牛二洲，只有北俱卢洲的人能够尽其寿啊，那么其他的人大概都不尽其寿，那么多的少减得多啊，就是减寿的比较多，那么增寿的很少，为什么？那这个是因为啊，那么当你福报享尽，或是受用太过，或是缺德的时候，它会减寿。那多数的人没有，那么你修福修慧的话，有可能增加啊，就是一百岁就超过。那但是多数的人都是减的，啊，很少啊，能够尽寿的人就少了，何况是增加的啊？但是增减还是有差的。好，那释迦佛的时代是一百岁。那如果是现在是减劫，我们现在是减劫了，现在是减的时候，那一百岁一百年减一岁，如果照这样算了，所以佛教的说法，一百年减一岁，释迦佛到现在过什么？过了几年？过了两千五百年，那两千五百年就减二十五岁啊，所以现在如果依佛教的说法，现在减劫嘛，释迦佛是他一百岁嘛，释迦佛是两千五百年前嘛，那所以就减了二十五岁，现在的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就是七十五岁。啊，那么有多的有少的，那大概了，那也差不多了啊。那女众比男众好像多三岁的样子啊，那大概这样。那个是佛教的说法。好，那我们现在是简洁啊。那经典也有讲啊，人寿十岁的时候，五岁就结婚生子了，就像动物一样啊，动物大概五岁啊，或是几岁啊，它就相当结婚生子了，它的寿命大概就这样啊。像一只狗、一只猫，大概就是人间的。他的一百岁大概就是人间的十岁啊，大概这样啊。那就是人寿十岁的时候啊，那么人
人5岁就结婚生子了啊，现在减到10岁，那10岁再增到84000岁的时候，或是80000岁的时候，弥勒来成佛。你要弥勒佛再来的时候，有些人发愿弥勒佛再来的时候，他能也来这个世间跟着来。那基本上第一个你要相应，就是说一般来讲，你一般的经来说，你要升到有佛国土，那么它有两种相应，这两种相应你没有，你就升不到。一个叫做心相应，一个叫做行相应，就是你要有菩萨心跟菩萨行啊。那么，当然你要跟这个佛相应啊，你要发愿要这个佛，这个地方。比如说，弥勒84000岁来这边成佛的时候，如果你要跟着来，第一个你到兜率天，当然你就跟着来了啊。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心，你第一个你要菩提心，你才能够弥勒来的时候三会龙华三会就成佛嘛。那就是你那个心要相应。那弥勒的这样的一个心，最主要的就是人寿几岁跟你的杀业有很大的关系。那弥勒我们知道，弥勒最主要跟其他佛最主要的差别啊，他慈心嘛，所有的佛都是圆满的，但是弥勒一开始就是依慈心的啊，慈跟悲不太一样，慈就是弥勒，就是他尽量给人欢喜。我们这个寺院里面，弥勒第一个他在山门口，哈哈，就皆大欢喜；第二个在斋堂里面，哈，那当然这个都是有因缘的啦，哈。那主要就是弥勒是给人欢喜的。那第二个就是他的发心就是从初发心就不食众生肉，啊，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也有传说说弥勒跟释迦佛是一起在修行的。弥勒发心比释迦佛还早，但释迦佛因为精进啊，那这个是传说啦，但是大智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啊，就是一只脚站菩萨佛嘛，啊，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彼，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于有如佛者啊，就7日7夜啊，一只脚站着，那么赞叹这个佛啊，那表示他的精进啊，那么一精进得道啊。那释迦佛跟弥勒佛最大的差别也是，释迦佛是悲心，释迦佛是悲心，就是在最苦的地方，就是五浊恶世，在五浊恶世成佛。那弥勒是在类似天上的世界啊，那就是人间84000岁的时候。那你怎么样可以84000岁？一定要你慈心，你的慈心不够啊，那杀业多，你是不可能84000岁的啊。那所以基本上是慈心相应，还有就是菩萨行，通常就是菩萨心跟菩萨行相应，你就会升到有佛国土。那么你要相应，一定要跟般若相应。这个般若经有讲哦，啊，下次我们再引用啊，你要跟般若相应。那么所以重点不在于你见佛、重念佛，而是你见法然后修法，重点在这里啊，那你就能够升到有佛国土。啊，那就好像你虽然没有天天念弥勒菩萨的圣号，没有诵弥勒上生经或下生经，没有，但是你的慈心，你学习弥勒菩萨的慈心，你虽然没有天天念弥勒圣号拜弥勒菩萨，但是你学习弥勒的慈心，你就比较容易升到弥勒的国土。哎，相应嘛，这个唯识也有一类似像一个这样的故事，其实他也在说明这种道理。无着不是要见弥勒菩萨啊，然后就拜了3年又3年，然后都见不到弥勒菩萨啊，好像总共拜了9年的样子啊，这是故事啊，然后他都见不到弥勒菩萨，后来他就放弃了。他山下的时候看见一只狗，癞痢狗，身上都是虫，然后他就对这只狗起很大的慈悲心，就觉得这只狗很可怜啊，但是他又不想伤害那个虫。你看哦，如果是我们就用把那个虫挑出来，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丢掉，然后救那只狗。可是你救那只狗，那只虫也是可怜啊，那你怎么办？所以他又怕伤害那些虫，他就用舌头啊去把那些虫舔出来哦，然后好像用一个罐子要用什么装着还是怎么样啊，反正就是他非常的就是那个慈心非常的重。所以这个时候他拜了9年见不到弥勒菩萨，但是因为他的心行相应，弥勒菩萨就现前了啊。你看他就讲这个道理嘛，般若经也在讲这种道理哦。
你要升到有佛国土，不是你天天念佛拜佛发愿就不是，心行要相应啊。这个佛这个智论里面也有讲啊，就我们讲到的时候再顺便讲，就顺便提到这种概念。那多数的人不知道，多数人不知道，都以为啊念佛的名字，然后拜佛供养佛啊，然后发愿到佛的地方去，然后就可以了。不是，重点在心跟行，菩萨心跟菩萨行。那你要相应你这个菩萨的菩萨心菩萨行啊，相应嘛，佛法就是缘起的嘛，你要相应才合乎缘起啊。啊，好，那这个是讲到弥勒啊，阿逸多啊，阿逸多无人胜，就是他的慈啊，慈无人胜。好，那这个是讲到弥勒啊，那我们再来讲啊，救世的概念啊，这个救世的概念，我们说其实真正的救世者，无上救世者基本上是佛，但是因为弥勒是当来成佛的，这些都是菩萨。那前面的这个是我们说这个是菩萨身嘛，菩萨身的代表是弥勒，因为他是一生不处，他是当来成佛啊。那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大智度论也有解释，我觉得前面的记很多大智度论后面都有解释啊。好，他说大智论见识971智论，他说救世间者啊，救世就是救世间者，他也是一波的经的啦。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救世间者啊，就是这个救世，就是救世间者，如人为怨贼所逐，被强盗土匪追了啊，要杀他，要抢他的东西了啊。若亲戚若官吏能救，若亲戚啊，就是你的亲人，或是政府啊，警察啊，亲戚，若亲戚若官吏能救，官府的啦，能够救，就是为啦，就是只有啊，可能就是亲你的亲戚朋友啊，其实有些人有慈悲心，看也会啦，也会帮助他啊，但是就不一定啊，就是善人也可以的啊，亲戚官吏能救，众生亦如是，恶罪诸烦恼因缘。我们有因造恶而受的一些罪报，就是苦报了啊。那么这些都是因为烦恼，诸烦恼因缘，即魔啊，障道的啊，有一些障道法，所魔名所逐。魔基本上是障道啊，这上次应该我们也有说过了啊。那障道不一定是不好的，有时候是给你好的，给你名闻利养。知道你这个人贪财，就送你很多财，你就迷失在财里面了。知道你好名，就给你很大的名声，你就迷失在名声里面了。啊，那你迷失了，你就不知道要修道，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么即魔名所逐，为诸佛能说法救护啊啊，所以救世者真正的救世者是佛，但是菩萨也是啊，为诸佛能说法救护。那这个是引般若经的啊，我们来看啊，般若经就是智论是解释般若经的啊，《摩诃般若》卷十五，他说菩萨摩诃萨为救世间故啊，前面有三个啊，讲很多种啊，那我们写三个就好啊，菩萨摩诃萨虽然佛是真正能救世间，但菩萨也是。啊，圣者的菩萨，菩萨摩诃萨，啊，为安稳世间故，为乐世间故，为救世间故，为安稳世间故，为乐世间故。他后面还有了哈，那我们写三个就好，为乐世间故，为救世间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菩提心，无上菩提心。那他就在解释，那什么叫做为救世间故呢？啊，现在因为我们讲到救世的弥勒啊，其实就是菩萨摩诃萨，弥勒是属于菩萨摩诃萨啊，他还没成佛。我们不能讲弥勒佛，我们只能讲弥勒菩萨，因为弥勒还没成佛。如果你要讲他是佛，你要前面要加
就是未来世叫做当来下生弥勒佛，因为他还没成佛嘛，他是弥勒菩萨啊。那所以这里讲啊，他说这个他在解释啊，大智论就解释为什么菩萨摩诃萨是救世间者呢？啊，他说菩萨摩诃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啊，他因为他第一个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为了要救护世间。这个就我们说过的菩萨有三心，菩提心、大悲心。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其实就讲了这个。因为你为什么要成佛？你证阿罗汉你也解脱离苦啊，你证阿罗汉也离苦啊，你为什么要成佛？因为证阿罗汉快一点的话，三生就证阿罗汉了。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部派的说法，龙树的说法，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更多啊。那么，所以如果说你盖一间房子要三天，你为什么要用三十年去盖一间房子？因为这三十年盖的房子可以利益非常多的人嘛，你三天盖的房子只能让你遮风避雨啊，啊，这不一样啊，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菩提心，这个菩提啊，一般来讲菩提心有三种菩提哦。一般我们说的菩提心是三，菩提是正觉的意思而已啊。啊，那么三种菩提：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跟佛菩提。那菩萨发的心不是声闻菩提，不是缘觉菩提，是佛菩提。其实是这样，所以这个佛菩提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菩提。其实是这样，那为什么要成佛？啊，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啊，就是未来要成佛的心。那为什么要成佛？因为要利益众生，要救护众生，啊，就讲到这个，啊，所以一般我们说菩提心以大悲心为根本，啊，再讲到三心啊，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再来讲哈，啊，那这个他说。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啊，他就在解释啊，什么叫做为救世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什么意思啊？说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这个是讲到什么叫做救世菩萨啊？那菩萨的代表弥勒啊，其实这个下面就是。救世弥勒等菩萨，其实是这样啊，但是就是以弥勒为代表，弥勒等菩萨啊，其实是这样，因为他是菩萨身跟声闻身嘛。好，那么菩萨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的时候了啊，成佛的时候，那这个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这个其实是来自于阿含经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因为所有的一切苦，所有的一切苦啊，先把这个写完，我再来说好。救生死中，救众生生死中种种苦，亦为断世苦故而卧修法。菩萨要救众生，并不是说他用神通去把众生从生死中救出来，不是，绝对没有这种，不可能。他救众生最重要的就是为众生说法，啊，其实是这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所以，那我们自己要出离苦，也不是去呼喊菩萨的名字，送菩萨的名号啊，然后送菩萨的咒，然后礼拜菩萨，菩萨就可以救我们，没有，要行实践菩萨告诉你的法，你才有可能出离生死之苦。那菩萨要让你出离生死之苦。也不是运用他的神通啊，然后把你救出来，不是，而是运用他的智慧，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不受苦，告诉你要用什么方法可以防范苦，已经有的苦要怎么消除，啊，那么调伏的苦要怎么断除，啊，怎么样不造重的苦，怎么样不受苦局限、拘束、压迫？那他重点是告诉你方法，他不是。加持你，给你力量，让你可以一跳就跳出三界。我告诉你，没有这种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修行者很多都是靠所谓靠佛力、靠菩萨、仰仗菩萨啊。那么希望念菩萨、供养菩萨、拜菩萨，然后就希望菩萨能够救他。我告诉你，佛法没有这种事哦。
外道是这样讲，但佛法不这样讲。我们先来把这个讲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意味断事苦故，意味断事苦故而为说法。众生闻法，那众生听了法之后，这样去修行，见以三圣而得度脱。那菩萨会看这个众生，那么他应以声闻得度，他就跟他讲解脱法，那他比较发大心，跟他讲菩萨法，其实是这样。他不就喜欢跟人家在一起啊，跟他讲缘觉，就是众生见你而为说法，众生闻法。菩萨不会让菩萨不是说要每一个人都发大心成佛，没有。那有一些显心就没那么大，但是他要让一切众生都离苦，这个是决定的，这个是悲心啊。那么众生闻法，见以三圣而得度脱，这个是所谓的救世的概念，而得度脱。好，那么这个是《大智论》里面说的。好，那我们要说到刚才要讲就是这个。众生生死中种种苦那所有的苦我们之前应该也有讲过，所有的苦不离开，因为有五蕴，这个是业报身五蕴无常，叫做五蕴炽盛。所有的苦总说叫做五蕴炽盛苦，五蕴炽盛苦底下，因为五蕴炽盛，五蕴你当你有运的时候就是生，有五运存在，它是一种生。那么五运炽盛到最后一定是什么？消失，一定是有灭生死有五运就有生死，有生就有死五运的存在本身是生是一种生命。好，那这个五运炽盛底下就有所谓的老病死就是你五运底下，五运的存在，生是一种存在，存有，五蕴是一种存在，那生最后一定会是死，炽盛到最后一定是会死，但是他还没死之前，他会经历老、病、死，所以这个是生理上的变化，身体上叫做生理上的变化，生理上的，它基本上会有所谓老、病、死，那么心理上的，因为人跟人在一起，他还会有所谓的怨憎会、爱别离、怨憎会。还有生活上的，这个是怨憎会，也可以像心理上的，是爱别离，这个是心理上的这个是心理上，这个是生理上的老病死是生理上的那么怨憎会爱别离是心理上的，还有求不得，求不得就是生活上的你又要活的你要什么？要长寿，要健康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反正这很多都求不得那么开始会有这些苦，老病死怨憎爱别离求不得那通常阿含经里面叫做忧悲恼十二缘缘起无明行识名色六处爱取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就是这里就是忧悲恼。好，那么这些苦这是别说老病死怨憎爱别离求不得那么再加上生那么就变成生老病死怨憎爱别离求不得，就七种那这七种都是因为有这个业报身，叫做五蕴。那五蕴无常变化，它才会苦。如果它不变化，那它就不得苦。好，那所以通常佛法里面简单讲叫做老病死。阿含经里面就说到世间佛为什么出现在世间，这个是在解释这个的般若经的。那么因为有烦恼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讲一下好。因为我们有恶罪，其实就是罪报了，这个我们叫业报身嘛，那所有的众生都一样，那么这业报身是有烦恼来的所以这个都是苦的原因然后所以那么魔名所逐这个我们说魔是障道的意思它也不一定是伤害你，它有时候是成全你你喜欢钱它就给你很多钱，你就迷失在里面它是你喜欢名它就给你很大的名声，你就迷失在里面，你就障道它其实是障道因缘。好，那我们来看阿含经的说法阿含经的说法好，那重点是老病死，重点是五蕴生所以你只有你不受后有的时候，
就前面供养是生的时候，就你不受后有，就说你无生啊，无生。外道是讲长生，啊，讲永生。佛教讲无生，因为世间没有长生永生。所谓的长，不是一直延续；所谓的永，不是真的永远，啊，它还是有个，还是有个结束，啊，最长最长的，是众生里面寿命最长的，寿命最长的其实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的寿命超过这个非想非非想八万大劫，它甚至超过八万大劫，无间地狱的寿命是最长的，但是它也是最短的，为什么？它是刹那生刹那死，啊，就是我们讲寿命永生长生这一件事，啊，就是生命最长的，啊，可以讲最短。无间地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地狱啦，大地狱啦。那么它基本上刹那生刹那死，所以它的寿命基本上只有一刹那，它的寿命只有一刹那。一弹指有65个刹那，几分之一秒啊，它是刹那生刹那死，但是它死了，它并没有离开，它还是以那种单一的存在，就这样刹那生刹那死，一超过八万大劫，就是不知道多长了，所以它既是最长的，也是最短的，所以它死了之后啊，比如说它到这个刀山里面死了之后，那风一吹又活起来了，活起来它还是继续受这种苦。还是继续受这种苦，啊，那么就好像啊，我们肚子痛、牙齿痛啊，那个痛是连续的，啊，连续的，然后稍微不痛了又很痛，啊，痛不痛又很痛，就这样啊。那这个无间地狱，它如果从它没改变这件事来看，它是有改变的，刹那在改变，但是它的苦没改变，它的生命刹那就改变，但是它的苦不改变，一直是这种方式啊，所以就变成。啊，这个是既是最长的，也是最短的。那么这个不讲的话，就是不改变啊，永远不改变在生的状态，而且是好的状态。这个是苦的，那个是非想非非想天。非想非非想有八万大劫，无色界以上都是算几万大劫的，啊，非想非非想。啊，据说佛的教佛陀禅定的玉陀罗摩罗子。就升到非想非非想，啊，这个是教佛禅定的老师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好，非想非非想有八万大劫，啊，无色界都是一万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空无边一万大劫，事无边两万大劫，啊，无所有处四万大劫成倍，啊，非想非想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那么八万大劫都可以算永生了吗？没有，他八万大劫之后还是会掉下来。但是如果从世间上跟我们这个一百岁啊来比，八万大劫那个不可想象，那个不可想象，太多了啊，一万年就已经很多了啊，那一百万年算很多了，八万大劫那个不是几万年来算的，那个不是的，那非常非常多，已经数字没办法讲了啊。所以但是它还是怎么样，如果世间的人来看就是永生的了啊，就好像一只猫啊，顶多活五岁到十岁啊，然后他看这个主人，他从年轻到年老，看这个主人都没有改变。啊，你从十岁养这只猫，养到你二十岁，你也改变不了多少啊。但是这只猫已经老了，快死了，所以他会觉得这个人真好啊，都青春永驻，而且都不死。不会啊，他也会啊，他的感觉啊，他的感觉。如果是一只虫，一只蚊子，寿命两个礼拜，那蚊子来看人，他也觉得是永生啊。那我们来看八万大劫的人也是会这样，其实也是没有很长，啊，那这个寿命，啊，那这是佛法来讲，只没有永生，没有长生，只有什么无生，因为有生就有死，有生就有死，有生死就有老病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就是从人来讲。如果是非想非非想，他没有怨憎会，没有爱别离，没有求不得，没有老，没有病。非想非非想的天人没有，他就在那个禅定境界里面吗？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怨憎会，没有爱别离，没有求不得，没有。但是他有死，他还这个八苦是对我们人来讲的了，
啊，那大部分的众生也有这些啊，那越三恶道的就越辛苦啊，那但是他有生必有死，必有死。那么这一次生非想非非想，下一次他就不可能生非想非非想了。当他从非想非非想下来的时候，他不可能再升天。为什么？他天福享尽了吗？天福享尽，他没有修，他就升不了天。他一定是要不是堕三恶道，就是堕在人间。那还要看他没有生非想非非想以前修什么啊？那业是什么？那才决定。所以他当他再下来的时候，又有啊，又有这些的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生死中，他在生死中就一定会有这些种种苦，就一定会有这些种种苦，没有办法避免啊。即使升到非想非非想，他没造任何的业。非想非非想在禅定里面要造什么业？他都没有造任何的业，身口意都不造业。但身口意不造业不代表你清净啊，身口意不造业不代表你清净啊。所以他过去那个业力在成熟，他就又会开始啊，又新一波的轮回啊，新一波的轮回。所以要救众生生死中啊，所以你看《金刚经》讲：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即使是得非想非非想八万大劫，不要说八万四千岁了，八万大劫的人，他都还会有这一些苦。那么，为了让这一些众生离这个苦，他并不是啊，那么一般我们说啊，比如说啊，地藏菩萨惊奇正开地狱门，就把地狱的人救出来了，没有，不是这样子的，《地藏经》不是这么讲的。可是我们后来讲到最后就变成这样了啊。那你如果啊往生了啊，然后那个塔位放在地藏菩萨旁边，就保证不堕三恶道。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不可能啊，哪有可能这样啊？那你如果是这样好，那你把地藏菩萨啊，就你自己的塔位里面，你自己建一间地藏庙，你自己放在地藏菩萨前面，那不是更好啊？那不可能这个样子，他一定是怎么呢？一定是为你说法啊。那么不是说为你说法你就可以得度哦，没有，你听了法之后，你要去实践啊，这个后面也会说，你要去实践，那么你才有可能得度，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那因为时间到啊，我们还没讲完啊，就先讲到这里。好，没关系，下次再继续讲。好，那么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